是啊，那个汉堡的那个昨天我老师很久没有跑到这边了，我的第一次我的汉堡。买那个饮料啊，要就就这里的老人嘛。先比较多一点人，哎，没有看到老师，去哪里了？Thank you.
我都讲。这是吗？啊，不好意思啊，那个烟闻到真的是挺不顺的。啊，老师小心哦！你就小心哦，拉哦。啊？抽烟的，真的被打了，老师。我要去附近，我要去对面那边，我也很多烟在那边。哎，老师小心滑哦！老师小心滑哦！老师我比较乖过乖，老师我比较乖呀、啊，乖乖呀、啊。进来要买烟。这里有的吃啊，那边大也有啊。你喺度食？我冇喺度食。肯定。啊，来到肯定。来到这是食堂，我老师吃，不知道有应用啊，有两口的。我想先吃一个，我老先生。中中了，要来。在当都有啊，那前面啊，哎，什么四个人？一个老汉哥，开什么鬼呀、啊？开上去可以放屁。不是，这个 video， 走。太多人上了，不是吗？那个诺呢？那个啊？我倒没。我们来那个素的，吃的那个咖喱面米粉河粉。喂，那你来，我就交了。交了，他会来。哇塞，老师，我跟你说。这边是素的，长一个，就是你就今天可以给我的亲戚朋友或者我的朋友阿威啊。哦，梁先生红色衣服，青色衣服刷的，还有一个是。我说小心，慢一点，好啊，不会滑。只看好那车哦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啊，可以啊。可以的。要烟买？先买呀。哎，新老，这是我的朋友，我的旧朋友。阿强，好你的。来，先生，来个电。老师，那边过台讲拜拜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忘记录啊，录老师要回去先。我今天等下我去 KL 跑。老师，没有开窗口。老师没有窗口啊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老师听不到。好像啊，这辆车，好像我妈咪的车。拜、哎、老师拜啊，这辆车是我朋友的女儿的车，台湾婆的车，好像我的妈妈的车呢、啊、所以这样子哇。